什么人物啊？钢铁侠呀！哎，这个不错哎，是不是？嗯、好看吧？我看看，限量的呢，我看看。哦，好看，2万多，好看呐、嗯，真的。我平时啊很少带出来，真的，只有这样的场合我才会带的。哎呦喂！其实我家里有好多呢。谢天，哦不对，贾冰冰呢？是怕被拆穿，还是怕原形毕露啊？谢天不在这儿，咱们还是去他排练的地方看看去。哎哎，叔叔，说不定谢天一会儿就来这泡妞了，我们先坐一会儿。哎，还是去那儿看看吧。啊，叔叔，你都照顾我那么多天了，你就坐一会儿吧，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坐。那咱们坐那儿吧。啊，坐那儿。侠，别白来一趟嘛，来我给你打扮打扮。这样喝比较爽。哎，不是，叔叔你也喝点儿、啊。叔叔就不喝了。服务员，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？再来一打啤酒。啊，注意一下。叔叔去趟洗手间。这个有贼心没在胆的老色鬼，摆平你还不容易，敢来找我，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嗯，美女，来一杯不？看什么看？找死啊你！征服凶巴巴的美女最有成就感了。啊、干嘛啊你？嗯，别害羞嘛。保险丝烧了，有把试管要备用的。不行，学校要知道我们用电烤箱，我们会被开除的。哎，你干嘛？银铜合金，那保险丝一个材料。什么合金？我这是铂金。哎，啊！你被骗了，蜘蛛侠。哎，大姐，别走，你刚跟特工一样。我只是特工啊，简直是修破屋嘛！为了感谢你，我们决定把这个芭比娃娃送给你。我记得邀请名单中没你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能来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。不然像修电这种大粗活，我们可不会。修电，很普通的。你这么自立。难怪你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。没有男朋友不可怕，没有自我才可怕。你说什么？贝贝，好了，这种过家家级别的 party 你又何必当真呢？别忘了咱们今夜的活动，游艇开了可是不等人的。睡衣卡通趴继续吧。
别走，你不能走。今天这件事多亏了你，你不能走。别走呀。哎，那我揍你一顿好吗？你嘛呀你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叔叔，你醒醒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叔叔？美女，要不咱加个微信吧？你心中的王子长什么样子呀？不管他是谁，你现在都应该去找他。加油！你今天去学校找谢天儿干什么？这不他平时就发个短信报个平安，这么多天都没见这臭小子人影，你说我能不担心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他好得很。我最了解他，他平时吃饭都不吃热的，怎么可能照顾好自己啊？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吗？自从啊，我跟他妈妈离婚以后，特别消极，就害怕让他看到我柔弱的一面，所以有的时候我故意在他面前装得很严厉，但有时候很多心里话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如果谢天现在就站这儿呢，就站你面前呢，你跟他说什么？要是谢天真的站在我面前，我肯定板着脸，又挑的毛病。其实啊，我就想对他说的是，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特别自豪。说句没出息的话，我还挺想谢天呢。天天啊，爸爸想你了。看来你在女生之夜玩得挺嗨嘛，我就说这条裙子适合你吧。谢天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也有事情跟你说。来来，坐。我找到可以破解诅咒的女孩了。
中学的时候吧，我在北京上学，每个暑假呢都来厦门陪老爸。那一年我认识了他，度过最美好的一个月。我学吉他也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。可是喜欢你这几个字儿吧，我始终没有说出口。所以临走前就写了这封信，最终也没有勇气交给他。所以，只要找到这个女孩，我们一定会在重逢的时候相爱的。那，哎，那时候我可跟现在不一样，特纯情。她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叫惠山。哎，那天，我们是不是好兄弟？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，我只有他以前的联系方式了。你电脑那么好，一定能帮我找到他。拿铁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拜托你了，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你看我一辈子都是女孩啊！拿铁，好兄弟，哎，你不是还有事情找我吗？嗯，没事了。没，想不到我谢天终于能找到真爱了。计划是这样的：首先你要在互联网上找到他们家的地址，然后华丽的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并且把我对他的爱意完全的告诉给他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的内心一定会小鹿乱撞，轻松的被我俘获。之后，我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，终于跟他幸福的在一起啦！你知道吗？你比我小了16倍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修了8辈子的福，遇到了我。而我倒了8辈子的霉，和你在一起，加在一起正好16倍哦。